超级舒服，很 creamy， 然后在头发上面做一个护发。现在我已经洗完了，那我来给大家做的示范的呢，是我们这一款，它可以给我们更好的滋养我们的头发，然后配合我们这一款我们的 Age Lock Me 的那个 Facial Spa， 换一个导头，那我们就可以给头皮做一个按摩。那我们来教大家怎么做。在头皮上面更好的滋养我们的头皮。那我们说当土壤好的时候，头发是不是吃到更多的营养呢？然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机器，新的 SPA 机换上的导头，我们把它搁到舞蹈，然后呢，这样子梳，把我们的这个精华更好的呢梳在我们的头，把它导入到我们的头皮里面。2分钟，很舒服，你可以这样子梳。早晚两次，每次2分钟，帮助我们的头皮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吸收。谢谢你观看。